想不想？想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跟大家打个招呼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罗一贝。大家好，我是罗一贝。这小家伙吃鸡肉吃起来好像嘎嘣脆。爸爸，你别给可乐咬了啊！爸爸，你拍一下小可乐。嗯，爸爸拍到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哥哥嘞？哥哥哪去了？别说话啊，你慢点。我三个几？大家好，我是戴勇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早上起来到现在又下午了。哦，这手上冻疮又长出来了。好了好了，又长。下午现在是下午1点钟，准备去看我外婆去。珊珊过来还没去过我外婆家。今天元旦节，祝大家元旦快乐，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财源滚滚，吉祥如意，身体健康啊！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怎么出发了？去哪里啊？去老婆婆家里啊。是不是杨子你前去，我就找着你啊，等你呀，去啊，一起去呀，等你一下，反正又不吃晚饭，去看一下外婆就过来了。哥哥，谢谢你。要不拿个袋子给他装了，你袋子吧，袋子把我装下，现在来买点水果给我外婆。又有好多干的皮，拿着熏腊肉装好。哪里？那我妈了，她就在车上望着，她就卸不下来。这个妈是我的是吧？哦，这个妈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阿哥那日子咩？那不对。那鱼我吃。这火锅多少钱？多了个红烧的八块钱。拿了三个。再来买点苹果，苹果还可以啊。你那个龙眼，这是苹果，你那个不能塞里面，等一下爸爸重新给你挑。你那个小手一下抓四五颗，爸爸来，爸爸来，爸爸来。啊，四个零件，6块。这是哥哥喜欢吃的，你跟哥哥每人要嘛。很多钱。这火锅多少斤？火锅29，是多少斤？7块，4斤多。然后，现在水果买好了，刚刚还给我外婆买了一盒麦片，现在就直接过去我外婆家了。因为今天时间有点赶，家里还有事，就不在我外婆家吃个晚饭了。其实来买水果也就是来捡干的皮，这干的皮还可以训练拉肉。我外婆随时来，随时不在家。妈妈，你咋的？我怎么了？哦，这个女儿都不记得了。哥哥到老外婆家了。看，我对麦片也不懂，这珊珊挑的。之前买牛奶，我外婆一直买一次退一次，买一次退一次，这是买钙片。哎，应该还有东西啊。还有啥？你看见哈？苹果。你喊你，你不看见。哎，还有啥水果啊？我这一下又不记得了，还有什么水果啊？苹果、火龙果。对，麦片还有什么？那个哈密瓜，最近要吃的。老人家不能吃哈密瓜，吃得上火。哈密瓜不上火的水果才会上火呢。那就在这里吃，那就在这里吃。我以为哈密瓜吃得上火，来，给你老外婆分享啊。你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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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不
发到这边吧。不能啊，今天云南街来看一下你。今天云南街啊。啊。他打算先到哪个地方去云南街？今天来云南街。今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再搞。我紧，我紧，我紧。啊，这是我进去这个厨房。切，阿姨给你切，别着急。不是我给你切。哎呀，我家小贝贝，现在什么东西都舍不得哥哥。我家小贝贝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前天晚上，是大前天晚上，是吗？是大前天吧？啊。什么呢？嗯，我们在吃鱼，然后吃完之后，当时轩轩不是没下去嘛，睡着了。然后他跟那个老板娘吃完之后，他跟那个老板娘说：“我给你这个打个包，我以为是这样子的，这样扯一下那个阿姨，阿姨我找你做个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，一贝？这个小捣蛋，现在也懂事了哦。他这个阿伯就是反正这样子哈，我们就给他提来，你想他能买吗？小伯做我这个你可以，我有没有猪鸭两条鸡腿鸡？那没关。这两单可以哈，是吧？”那你把那个保鲜膜包好，放在冰箱里面保鲜了。就吃完这一口。好，那要不我就不保鲜了。那没事，给一块大的给你。我家老一辈找到娃的时候不会饿着，吃东西手又开工。老二，你不是想看外婆的老房子吗？带你看一下。跪着，坐着，不要跪着。小鸭子，快点走。我有那个是不是麻鸭？这个是麻鸭，这个是羊鸭，这个羊鸭。麻鸭好吃的。羊鸭好吃。羊鸭很多。哎，罗勇，你看这个水芹菜味。嗨嗨嗨！这个哪里有啊？这个给来炒的很好吃的，打火锅都。吃吧。这个是那个水芹菜，很香的。那这就是我外婆的老房子。真的，这种是我第一次见。有，这个好像跟那乌鸡好像，那种白色的乌鸡。那这个房子倒了。我外婆还在这里，哇，她在剁萝卜、苗、喂鸡。哎，这个床好有特色哦，你看。啊。你看上我外婆的床了是吧？对对，你看。这床坏了，那是以前的老架子床。哎，我外婆不会在这里做饭吧？我估计她应该是在这里做。你看搞得那么干净。我外婆从年轻开始就很爱干净。啊，儿子给那个猪，啊，那个鸡煮的，给那个鸡蛋。那个是引蛋。引蛋就引那个蛋，那个鸡跑到这里面下蛋的。土话就叫兜壳蛋。这就是我外婆这边的老房子，你看，只不过后来翻修了一下，那门口还有14字的。这个是不是杨梅？我也不认识。这个应该是杨梅。这都是老房子，看到没有？那种阁楼都是木头做的。这后面竹子多，我大舅舅的房子就在这后面，只不过我大舅舅不在了。走了。这菜园好整齐，这白菜长得好好。跟外婆家聊聊天，走一走，又是下午五六点。红薯干很好吃的哦。外婆做的红薯干好吃吧？真的好吃。还是没有添加任何我吃的，我尝了我的。就算是老的大吧。外婆小时候在那个学校里面卖零食，然后自己又做，不是一个人抚养五个小孩，我跟你讲。那你要努力呀，加油啊！我不就好了，反正。不用不用不用。你也要不要？外婆。不用放，不用放。要不我去外婆家去玩去呗。要不他不去，我每次来他都不去，他就怕麻烦我们。不是你说你跟外婆真的确实真的有点像。我外婆像吗？你和那我妈是我外婆的女儿，我是我妈的儿子，那肯定像嘛。你哥哥跟人家阿姨长得特别像。我哥就跟我爸长得像啊。没，阿姨，我长得真的还没脸皮。我哥像我妈，我像我爸的吧？是。那我刚才跟我外婆像嘞，所以好的资讯你都没占到呢。这段时间事情太多，只能来看看外婆。等到忙完这段时间，就好好来陪外婆吃个饭。嗯，大概
再过个五六天吧，今天来和外婆吃个饭，再聊聊天，再聊聊天我们就准备回去了。今天看外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珊珊第一次来，外婆看见她也很高兴。爸爸，我一杯拿在路上空瓶油。你这么不要玩呀？上次，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视频通话，外婆看到了吗？外婆就一直想见你，知道吗？今天看到了你，跟外婆多开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